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学习在我们 Telegram 应用程序里要怎样把重要的这些组合这个频道放置在我们这个App 里面的上方，就是如果有很多这个留言啦，或很多这个人家传简讯给你，它还是会在上方，好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怎样去 pin 我们的这个组或我们的平台。跟每次一样，我们要进去我们 Telegram 的应用程序里，好吗？所以今天你可以找找一下，你要用哪一个平台或哪一个简讯比较重要的去跟朋友一起联系，你要拼在你的这个上方，好吗？所以很容易的进去找到了过后，我们今天的例子是会是我们这个 Super Surface Initiative 的平台。你要按住不要放开 OK， 看下面有四个不同的这个选择 OK， 选择中我要你们找一个字叫 pin， 就是像我们那个钉子这样 OK， 找到了过后我们可以按下去 OK， 这样以来我们的平台就钉在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上方。如果有太多这个留言啊，或太多这个简讯进来，你还是很容易的能找到我们的平台，好吗？你们可以试试看，让我们知道可以吗？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疑问一样的，可以在我们的 Telegram 平台里跟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很乐意的帮助你，帮你解决问题。谢谢。